Hello， 我是柳丁哥哥，欢迎来到萌趣趣故事时间。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很可爱的地方，就是快乐的萌趣趣家园。那现在先来看看今天登场的角色有哪些吧。小山、微微、花花、小飞、宝林、贝斯、喜爷爷、警察叔叔、雅克、阿闪、阿亮、萌趣虫。现在我要来讲一个萌趣趣抢救甜蜜美梦的故事，小朋友一定要听到最后哦。一路顺风哦，孟鹤。快啊，小小孟鹤，快飞啊！有个小朋友还在等你，为他送甜蜜美梦去哦。阿闪，我觉得那些小朋友真的很幸运呢。我从来都没有做过梦。阿闪，你知道做梦是什么感觉吗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我们蜥蜴呀，又不会做梦。好啦，你不要再想那些有的没的了啦。我好想要做梦啊。两位啊，动作快一点啊，不要再拖拖拉拉的，是不是该帮我按摩啦？是的，陛下，我们马上就来。好，马上就来帮你按摩了，走走走走走。陛下，请问这样的力道可以吗？这样会不会太烫啊？这样可以吗，陛下？不错不错啊。下面一点，下面一点。好，这边一点，这边。这里。哇，太舒服了，哈哈。警察叔叔，早安。哎呦，花花，早安啊！我刚刚啊，拿着望远镜这样到处看的，都没有看到坏蜥蜴他们呢。我想啊，应该是安全喽。那我们走吧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太好了，他们都走了，我们今天真是幸运呢，阿闪。要是啊，我们偷偷爬上树屋，抓到孟鹤，这样啊，我们就能拥有快乐的甜蜜美梦喽，哟呼！Hello， 贝斯、宝林。听说今天啊会有日全食的奇景哦。对呀，我啊刚刚还在跟贝斯聊呢，真的好期待啊。是啊，我今天也带了很多面包要分享给大家吃哦。哇，贝斯你真的很贴心哎，谢谢你的准备哦。不用客气，大家喜欢吃我最开心咯。那我们走吧，快去跟大家会合咯。再等一下，我们就能欣赏到日全食奇观了。月亮将会完全遮住太阳，在那几分钟的时间里，感觉会像是天黑了一样。看了，大家都戴好护目镜了没？很好很好，现在好好欣赏日全食吧。啊，已经天黑了。好痛！嘿，不要走！孟鹤，你快给我过来！抓到你了！真是太神奇了，我从没看过这种奇景。什么？孟鹤飞了！我的老天爷啊，他们怎么飞出来的？警戒，快把他们抓回来！天啊，阿闪跟阿亮居然把孟鹤放出来，到处在天空中飞耶！要是没有把他们找回来，到了晚上小朋友就没有甜蜜美梦了。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？
不用担心，交给我，我会赶快去把孟鹤追回来，保护大家的。哎呀，哎呦，真是急死我了！哎，小山啊，哎，你一定要追到他，哎，要不然呢，小朋友的甜蜜美梦可就有危险啦。嗯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呦，真是让人担心耶。嗯，我看我也来帮忙抓孟鹤好了。嘿，大家大家，我找到孟鹤了，我想啊，这应该是最后一只了。嗯，不对啊，还少一只孟鹤啊。哎，宝林，你确定吗？是啊，喜爷爷，我确定啊，还少一只孟鹤。是吗？那就交给我们吧，我们冲吧！这个时候，阿亮神神秘秘抱着孟鹤走了过去。啊，各位各位，我看到阿亮在那里。小山微微，我们赶快去找他。小兰。我先去查看亮晶晶梦果。麻痹魔蛛，真讨厌，你们休想抓到我。嘿，没问题，小心，所有梦果都还在。快离开美梦树。我们终于成功从阿亮手上拿回孟鹤喽！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哎，谢谢微微、小山还有花花，不用客气，喜爷爷。哎呦，哎，这样小朋友啊，又能拥有快乐的甜蜜美梦啦！哇，真的是惊险又温馨的故事哎！还好啊，所有的萌趣趣同心协力，不让阿闪、阿亮还有雅克把孟鹤抢走，这样一来，所有的小朋友就可以每天很开心的拥有甜蜜美梦了。小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好不好听啊？那如果想知道萌趣趣家园还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，就一定要锁定悠悠 TV 收看萌趣趣哦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别忘了要订阅悠悠 TV 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也帮我们的影片按个赞，然后分享出去。萌趣趣故事时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